抓野吧，没事，抓野抓野抓野，我不好他也别想好啊。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去，等一会儿去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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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吧。全军出击！可以，没事，行，没事没事。来，好加血，我砸死他没人，都一个。他也变相好了啊！中单不来，不知道干啥呢？早点过来呀！二换二其实不理想。我们打个红就开始干干啊，蓝不打了，因为打野怪根本没有经验，知道吗？现在这英雄联盟可恶心了，不带惩戒打不了野。我们直接去中路蹭经验，这个杰不是不支援吗？知道吗？他不是经验多吗？我们多蹭一蹭他。啊！我无需刀刃，上路咱就不去了，去了也是送人头啊，不去了，在这等一等，假装是。是要帮他赶客，其实我们是在这蹭经验啊。我们蹭个二，打野刀也不行，我他妈出不了打野刀。多亏我技高一筹啊！不行，这螳螂可打不过。那姐闪现也不交，也不知道干啥呢。你别追来了，追啥呀？像你能追上似的，耗子吧，真面，打个和气。还有惩戒，我们没惩戒，哎呀我靠，来死这老螳螂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中，嘿嘿，打死一个，三引路，没想到吧？哎呀，拿下！先来个提亚马特，
算了，不用提亚马特，我们直接星石。这个样子啊，这既然我们都选择了港口，那就直接就武术还啊，养哪港口？既然我们都选择了港口，那我们就港口到底。上路的鸟人感觉有机会啊，中路感觉也有机会，看看这亚索还在不在中路晃啊。补个车来，这不能上啊，这波兵太多了，你蛮大哥直接吃兵，咱们千万别送人头啊，可以不赶客，但是一定不要送，明白吗？瞒着六了，咱可以尝试一斗，来，这回可以尝试一下，可以。没事，你跟我打，没事。我414的蛤子，你小破螳螂跟我打。收他个蛤蟆，收蛤蟆的目的主要是回血。OK， 回完血往中路走一波。本来我现在都应该七级，来这劫有大，没事啊，这波可以杀。哟，没事，死了啊，可以接受。死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吃经验啦。我们还可以吃塔皮。好像打不过我呀，小伙子。我跟你们说，以前这就是不带惩戒也能打野的时候吧，好像不对，不带打野刀也能打野的时候，我就不带打野刀，完了我带多兰剑。带多兰剑打红，然后去反野的。现在不行，现在经验太少了，根本就没办法打野呢。哎，这九分钟才五级，我们还没辅助等级高啊！我一个415的蛤子，这波帮一波啊！上，直接上，中，飘闪可以。龙什么的咱就不要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吃个炮车经验啊，升个级，这波直接往上走，可以越塔杀。我并非自卫双目，我
我只是召唤了神龙，承受了他的怒火。我要上了啊！我帮你吃块塔皮吧。啊，马大哥！为啥交闪现？我怕他直接踹我，然后他再回去了，他再把我踹塔里去了呢。算了吧，交就交了吧，我也无所谓，我的闪现也不是不值钱，稳健一点啊！这把没带惩戒，我们需要的是稳健。你给我打死他！你来吧，这都给你了，我都不要了。螳螂装备一般般啊，死了，我瞒着，上面就有个螳螂，我就把蓝打了吧。哎，这中路这亚索那么骚呢？吃经验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打不死你，小伙子？我这就点炎哈子。还推，那没办法，我没惩戒，我不推我咋整？哪来个红？打个蓝回家了。给我帮帮下路，我准备马上去帮呢。我们赶紧自己蓄区高一点，赶紧回家。我无需刀刃，击倒对手。哎呦！漂亮，往这儿走来。哎，给我打呀，兄弟呀、啊！哎呀，他给我踹了，要没踹我刚才那一下平 A， 哎，是踹我了吗？啊，是抠我了，要不然我们能给他打死，差一点点。遮住他们的眼睛，能打死吗？真眼要不了了，我们来个八七。把红打了，
快跑啊，来人了，不过还好问题不大，我马上到啊，我杀的螳螂先就两下，人有点多，确实有点多，好几个人。这怎么变成我死了呢？最后，这鸟人挺烦人呐。我不上就好了吗？最后变成我死了。本来是鸟人死的，你不是鸟人呐，本来是这姐死的，你知道？就变成我死了，最后。发育太差了，要不这像我这种人头数量的瞎子，基本上等于无敌了，等级发育不行。你看我这杀这么多人，我才能跟他们的装备差不多，没有钱。下路塔关键是爆了，现在怎么整？哎呦我操，这火蓝一个打俩，天，往这走来。哦呦，太难了，这边的人好像有点多，我马上到啊！哎，小伙子，如果你亮牌，我觉得你就有点过分了，稍微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哎呀，这扣扣的啥呀？这扣怎么能没中呢？这也太歪了！我指的是那个位置。怎么能没中呢？鼠标飞了，不能啊！哎呦，满大哥这么猛！这蛤蟆怎么没有扣呢？
给我干他来。好勾。还好我给了个盾，不过给盾也没保回来。我们的虚区还是比较高的啊。自信有余，实力。我的双拳就是武器。给你吧，我要也没啥用，其实。给你拿去吧。哎，我都不想打这野，这打野效率太低了，而且不给加经验。这小龙吧，不打了，这野怪打的不止吃俩兵呢，还回家了。我们得需要点肉装了，我发现啊，这武术还咱不能要了。要个铁板还出点肉装。我这俩装备差不多够用了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没有眼儿怎么整？我得留个空放眼儿。上路吃点兵吧，嗯，就吃点上路的兵，升级。这波兵啊，既让兵线回来，啊，又能让我们吃到兵，可以啊。锤石这个位置有问题，我将掌控神龙之灵，哪怕付出生命。这老鸟其实能杀。马上到啊，不好打呀，瞒着有大吗？我们就先杀这亚索啊，来螳螂杀了，好勾。勾着啥了？勾着鸟了？下路兵线。这咋这么烧呢？这火蓝。哎，红 buff 刷了，来，红 buff 刷了，快！这位置我估计应该能蹲到个人吧？我就不省着大拉倒。漂亮啊姐。哎，我们可以大龙啊，瞒着死呗，瞒着下路带我们打大龙。收集者，瞒着下路带上去了，快，我们打大龙。我能承受神龙之怒。
没有人啊，没惩戒都敢打，那有啥不敢打的？那有惩戒不照样让人抢龙吗？有啥用啊惩戒呀？我给你抢个龙，看。哎，我先来个蟹手吧。这边五个人，我们家俩人，这哪能说呢？你在上面看到了什么？哦呦，区区有点高，别追了吧！这蛮子怎么整个春哥出来？我也知道那锤石不勾着了吗？那勾着我就上呗，但咱也不能怪这锤石，你知道吗？不怪他，他勾着了属于挺好的。来小龙，就这火蓝打死没？打死了啊，打死就行，这火蓝打死不挺好的吗？这20层美甲窃魂卷，不杀他杀谁？真鸟人，可以杀，来，一分钟都不要浪费，推中啊，我不 R 闪他也回不来啊，他回不来我们也杀不了啊，我也没有眼儿，我不 R 闪他怎么回来呀、啊、哎怎么出现之间好像有点卡，好勾，金身，哎呦我漂亮姐，咱俩能不能拆一个？哎呀，突然之间有点卡，开始卡了。拿下！